思辰，我在呢。早知道当老师这么累，还要批改作业，应该带飞扬一块来。顾西西，你可是把我害惨了，你啊！手怎么这么凉？思辰，我在呢。我怎么在医院？西西，你醒了。学长，怎么样？身体好一点没有？是你送我来的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毕竟这进修班也是我推荐的，我一定要负责到底。还好没出什么事情，不然呢，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还有阿姨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这次是怎么搞的。我之前在店里忙的时候不吃饭也没什么事儿，也没觉得这么难受，怎么到这边会这么难受？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我以后一定会多多注意，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了。那你肚子饿了吧？有没有想吃什么？我帮你买。早餐不是。不是你买的早餐。这个月还真是贴心啊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油条豆浆啊？